Hello， 娱乐一点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栋梁。我是古老的王子。这一次演唱会的主题呢 ，title 叫 From Now On， 就从这里开始，从马来西亚出发，从现在这个 moment 开始。所以其实，很大的成分会是做回张栋梁自己。我觉得我的定位本来一开始就是 K 歌嘛，那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从头跟我一起。唱到尾，我希望到时候是最佳的状态了。所以我觉得从现在，其实从很早以前开始知道要去筹划这样一个演唱会的时候，我就有开始在特别留意自己的身体的健康，包括饮食啊，包括多做运动啦、啊，包括尽量让自己的作息比较正常一点。我相信这些小动作都会有帮助，到时候整个身体的状况。那坦白说，这也是我现在比较担心的。但是相信还有一段时间，希望自己的努力到时候可以见证。那这一次演唱会当然还是会有嘉宾的部分，那这一次只会有一个，不多。那非常开心啊，我的第一场在马来西亚演唱会有他来帮忙站台，然后跟我一起表演。那希望到时候我跟他在台上的火花是可以让大家觉得很好看，然后很有 surprise 这样。那至于是谁呢？现在其实不太方便公布。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最新的消息，你可以继续的锁定 My FM 还有 Astro， 那知道的时候会跟大家公布。那我觉得这一次有很多很多的单位，包括唱片公司、Astro、My FM， 那我觉得这些人让我觉得真的非常感恩。我有特别看很多演唱会的 DVD， 包括一些海外的，甚至一些洋人的演唱会。我觉得其实从中都可以看到一些东西，但是我觉得看这些演唱会多多少少对我都会有一些帮助，所以会开始有一些新的构思在自己的演唱会里，所以还是会把下来日子如果可以的话，还是会尽量多看一些演唱会的 DVD 来算是自己做的功课。张栋梁一开始在马来西亚出发，你们就一直支持我跟着我，那我的第一场演唱会怎么可以少了你们呢？对不对？想要见证全马最大型的 KTV， 就要来我的演唱会了。